间的胃反酸还有胃疼，很多情况都没有办法缓解。但是在美国，我们有两个药物可以供大家使用。第一个其实是钙片，叫做 Anti-Acid Calcium， 这个在美国最常见的品牌叫做 Tums。当然，你去了 Costco 等这些地方也可以买到比较便宜的大瓶装。这个叫做钙片，其实它是你有一些反酸的症状偶尔出现可以使用。但是如果你的症状是长期的，长期反酸和胃疼，那么就可以使用这个药物。这个药物叫做 Pepcid 啊，当然类似药物还有一些其他种，在任何的药房都可以买到。在你使用这个药物完成之后的一个疗程，那么大家的症状都会有所缓解。具体怎么吃，吃多少，请您具体询问您的医生。谢谢。